西又很陌生的土地上，然后看看了一期，就觉得哇，出来真是对的。等于那一年的环台整个的规划，跟前面26年活的，反而好像这一年才真正开始活起来。人生就是这样子啊，过程嘛。好，那个巴士目前的老翁曾经站上你的六块金。